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麒麟阵营为我们带来阵营秀。非常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陪伴、支持和鼓励。为了回报大家，我们麒麟阵营特别准备了一个2分钟的歌曲集锦，回报给现场所有的观众们，请看3189。接下来是送礼物环节。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些毛巾，上面印着我们所有的哥哥的照片和名字。小心。我们没有吗？自己拿回来。刚刚拿到的，大家可以把毛巾拿出来，可以撑开来。也有我们麒麟阵营，也有我们一枝花的阵营。那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，纪念一下今天非常美好的时刻。大家把毛巾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一、二、三。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请所有的哥哥们来到我们的舞台。太搞笑了。